容祖儿于1999年出道至今已经十年，由乐坛新人到乐坛天后，祖儿出道第一年起已经为乐坛注入一道璀璨的光芒。1999年，祖儿凭佢嘅第一首派台歌《未知》，连续23个星期打入 IFPI 唱片榜，成为唯一一个能够保持呢个纪录嘅乐坛新人。同年，祖儿亦以《未知》横扫各大乐坛颁奖礼嘅最佳新人奖。翌年，祖儿举办咗佢首个个人演唱会《美丽在望慈善演唱会》，而佢更加系自1983年红馆落成以嚟，以20岁之龄成为最年轻踏上红馆舞台。另外，祖儿在2001年推出个人精选大碟《喜欢祖儿》，成功获得 IFPI 颁发全年最高销量大碟及十大销量唱片两大奖项。同年，祖儿第二次在红馆举行一连三场的个人演唱会，隆重登场演唱会，将祖儿的歌唱事业迈向另一个层次。紧接2001年的优势，祖儿于2002年推出首张国语大碟《说真的》，更邀请到王志平、陈伟、李思松、陈辉阳、江港生等创作人合力打造，为祖儿正式打开华语歌曲市场。今年你23岁，是叱咤史上最年轻的女歌手金奖得主，恭喜你容祖儿。我最喜爱的女歌手。2003年可以说是祖儿丰收的一年，一首脍炙人口的主打歌《我的骄傲》横扫所有乐坛颁奖礼的歌曲大奖，成绩飞扬，更加将祖儿的事业推向另一个高峰。我唱的每一首歌大家都很喜欢，我觉得光荣因有你拥戴。同一年，祖儿举办了她第三个个人演唱会 Show Up祖儿，一连六场，更加首次巡回演唱，飞越六个城市，包括澳洲雪梨、墨尔本、加拿大温哥华、多伦多、马来西亚云顶、广州及深圳，演出14场。2005年，祖儿第四次踏上红馆舞台，举行八场 Reflection of Joey's Life 演唱会，更第二次举行巡回演唱，共14场演出，包括大西洋城、拉斯维加斯、多伦多及马来西亚云顶等，再次将他的动人歌声向世界各地的歌迷表露得更细致无畏。同时，祖儿亦与不同的歌手合作，在音乐上开拓更广阔的领域，擦出更多火花之余，亦奠定祖儿的百变形象和风格。2008年，祖儿在香港举行了10场 Starlight 演唱会，反应空前热烈，更再度举行 Part 2。2009年更到访不同国家巡回，演出共23场 Starlight 演唱会，将她的演唱会事业推向更高峰。十年来，祖儿总共举行了59场个人演唱会，巡回到访十几个国家，观众多达600,000人次，将她的歌声传遍世界各地，充分表现出她的音乐才华。祖儿的歌声除了为她带来奖项之外，亦令她得到不少演出的机会。出道至今，祖儿曾经参演7部电影，令她的表演细胞发挥得淋漓尽致。同时更获得不少广告商的青睐，为多个品牌出任代言人一职。当中更包括一些政府机构，例如立法会选举、选民登记大事、五四青年大事等等。工作之余，祖儿亦都热心投入公益事务，除了担任香港兔唇裂颚协会关爱大使、
UNICEF 健康之声以及孙明会基紧之声之余，更身体力行参与各种活动，提高社会对弱势社群的关注。自出道以来，Zoey先后推出61张专辑，全球销量累积达500万张。2009年是容祖儿的第一个璀璨十年，由乐坛新人到舞台天后，Zoey一直努力不懈，用她的音乐为香港乐坛写下无数光辉时刻，创下一个又一个的辉煌纪录，去印证她对唱歌的热诚和坚持。大家一起拭目以待，见证Zoey在乐坛上创造另一个更值得骄傲的黄金十年，刻下更多令人望尘莫及的辉煌纪录，成就一个专属容祖儿的黄金岁月。我会继续努力，我不会被自己停在这里，我会继续努力，我不会令明明失望。多谢你们陪我开心的时候一起开心，我不开心的时候一起不开心，每一个难关一一这样度过，多谢你们。希望一直以来落来一直落去，我自己都是继续唱一些我自己喜欢的歌，而你们都喜欢，多谢你们。